好，大家好，我们再介绍一盏，也是来自法国的啊，九代的这个关节灯啊，这盏关节灯啊，整只都是圆漆啊，来特写一下啊，这个接头的部分啊，这接头部分，接头部分是铝合金啊，铁管是钢管啊。铝合金，钢管，铝合金，啊，铁，啊，这个圈圈也是铁，啊，很漂亮，保持这种原味是最美的，啊，最美的，这个螺丝两边螺丝可以打开，啊，可以打开，你要把它变成三节、四节、五节、六节、七节、八节，啊。随你高兴，啊，你怎么变化都可以，啊，非常棒的一个灯，啊，这个里面螺丝打开，啊，螺丝打开有两个套环，两个套环是正负极，啊，两个铜环，啊，你回家可以自己打开来看看，啊，自己玩一下，打开来看看。可是回去的时候，装回去的时候一定要装好啊，外面是大圈，中间是小圈，啊，那个是导电用的，啊，正负极。我们这个开关啊，这个开关切换的开关啊，切换的开关，照一下，这边可以转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它的商标啊 ，France 啊，九代啊，有的商标是做来这个地方，有的商标是做来这个颈部的地方啊，颈部的地方啊，有好几种版本啊，好几种版本啊，这边有贴纸，延长贴纸。啊，原厂贴纸啊，这100%都是原装的哈，大家不用担心哈，跟我买东西啊，嗯，啊，这个灯罩的部分，我们注意看一下特写，啊，有一点小小的这个凹痕啊，我已经把它敲出来哈，有一点哈，有一点凹痕，这个附近这个旁边，啊，这个附近旁边，但是从外表看不太出来，啊，还是一样很美，就老老啊，喜欢这种老件的朋友，啊，不要错过了，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